妈，我可以不要穿这个吗？这领子很像被掐着。什么掐着？那叫保暖好不好？你穿新衣服哦。对啊。我妈买的。我妈织的。妈，我今天晚上没有回去了。为什么？这同学要约讨论报告啊。哎，儿子，拜托啦，我下礼拜就可以把它带回台中了。你妈都会说我们家就只能养一个宠物。你房间里面所有的东西跟你的零用钱都是我给的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做什么、说什么、去哪里，你都要管。要不是我放弃工作照顾你，你能舒舒服服长大到现在吗？